冷战时候国际形势被简化了，冷战之后你看很多旧的问题又冒出来，你看到普京你又好像看到当年的彼得大帝又冒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习近平好像汉武帝又出来了，那张天同西域一带一路天哪，这些东西古人都出现了，这历史有趣嘛，在那边重复啊，都大家都转身了。